聪聪，嗯，想接吻吗？哪有你这样的呀？我不。这首歌是我跟他都喜欢的，这么浪漫、啊。小嫂子在网易云音乐上上传了一首新歌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都已经到了飙升榜前几了，真的，不愧是大嫂。哇，这微博里边一样热闹，哎，老大被喷得不轻啊！哇，老大可以啊，才注册一会儿，粉丝破十万了。我的妈耶！我攒了三年才6万。我怎么留言有人给我留了3万多啊？你不就是发了首新歌吗？是啊，我平时留言都1000多。啊！原来是他关注我了，而且我是他唯一关注的人。是是是。你这个小子又要把所有的家里的财产都投入进去啊？能不能留一点退路给自己啊？别弄得像以前那么穷，连裤子都没得穿。如果我没钱了。你还愿意跟我吗？愿意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现在跟你老婆在一起啊？尴尬的要死！我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我是说，如果你以后真的没钱了，我养你。我想你啦。想就下来。4个月了，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永远不分手。你的意思是想结婚啊？你妈对我有一些意见，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解决。如果现在去跟她提结婚的话，我怕她会拿着菜刀来找我。我妈对你有偏见？我猜的。你可能有点误会，我并不是说现在想要结婚。啊！这怎么了？你爸出来了。我爸，他每天早上都遛狗，不能被他发现，被他发现我妈死定了。这样啊，我去引开你爸，然后咱们声东击西，你听到没什么动静的时候，就赶紧溜回去。那你先把头挪开。